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大乔和孙策的情侣皮肤《猫狗日记》已经曝光了有一段时间了啊。今天终于曝光了两款皮肤的技能效果了，两款皮肤都是史诗，首周售价都是710点券，两款皮肤的礼包价格是1243点券，刚好是7折啊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款皮肤的技能特效如何吧。大乔的一技能是甩出去一条小路，然后灰猫飞快地跑了过去，把人撞飞啊。手上提着的那只橘猫依然在握着，跑出去的这只灰猫明显比较活跃一点。大乔的二技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一只猫爪子印记在地上生成，顶上飘着的这只猫依然在握着，自带读秒效果，这个很棒，不用再去猜测大乔二技能的回城时间了，啥时候把外圈的印记填满了就可以回城了，应该是这款皮肤最值得买的一个地方了。三技能是几个猫头砸下去，然后地上有绿色猫头印记，看着有点难看，不如原皮效果好看啊。大招还是不错的，大招生成这一大圈花坛，橘猫和灰猫在边缘一直飞快地跑着，还有幻影来着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孙策的技能，他到底是不是骑狗啊？孙策一技能手拿狗牌向前砸过去，地上飞上来一根骨头，然后孙策的小狗就冲上来把骨头叼走了，效果细节方面相当不错了，比较有新意。二技能没什么特别的啊，除了用狗牌打人的时候会散落一地狗粮，看着也有点像骨头，有点模糊，这个暂且不提啊。大招真的是骑狗的，这个就比较欢乐了啊，很多小伙伴们都想问的问题这次解决了，显而易见孙策的皮肤效果完全比大乔的棒啊。这两款皮肤会在25号上架正式服，估计到时候一大波狗粮从天而降啊。那么大家记得关注点赞收藏转发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